团队抽奖最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飘哥，来吧。这是昨天晚上中奖的这个粉丝，送的是这个上号抽奖648，你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账号，这个赏金率现在是160级。那我感觉咱们应该是有必要帮他升到这个200级，看一下像200级可以获得什么东西，我们先看一下。头像框，消灭图标，积分死神所为。哎，他这个200级没有什么好东西吗，朋友们？这个赛季是不是有点尴尬的，来看，对吧？好像是这个样子啊。现在帮他升了200级吧，再给他买一个40级就够了。我们先看一下是多少钱，40级。啊对，那先买两个这个，先买两个这个东西，对吧？先给他升到这个200级。看看他能开出什么？这个我怎么并没有看到什么永久枪似的？哦，想起来了，好像是有个那个 AK， 想起来了，有个那个 AK 啊，有个那个 AK， 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是有一个 AK， 就是那个最普通的那个 AK， 就是他升级完之后是个红V 啊，就是一级领取的那个，然后两百级的话能获得他的升级石头，一级领的那个不是神器，后面领的那个变成了神器，这样的应该是。来吧，老铁，大家别说了，看两个，就这个，就这个。机械兽，哎，对呀，就出来的新 M4， 我们其实可以用它号来测试一下。先来找一下，先来找一下这个新获得的投掷武器，获得了一个死神手雷，呵呵，然后获得了一个这个水晶 M4， 水晶，然后还有什么东西？零件，哦，香蕉零件。哎，这个香蕉零件，这是香蕉匕首，这是哪个里面的？天哪，哦，好像是人家自己刷的，啊，不对，是不是他自己刷的？呀，失误了，哥哥，好像是你自己刷的。哎，你个老爹，你脏死了，太脏了，不行了，不行，太脏了。老铁，给你脏脏材料，体验卡，黄具，万化硬化天元。天哪，这个我不行啊，朋友，大家找一下吧，找一下他那个普通 AK 啊，普通 AK， 普通 AK 在哪里？我往下滑一滑，这个非常。应该是个金色的吧，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很好找，在这里啊，觉醒，哦，已经觉醒过了，天哪，那就是说升到200级什么东西都没给，大哥有点夸张啊，大哥，宝箱呢？对不对，那按说到宝箱应该出啊，哎，天哪，升到200级什么东西都没给卖啊，白花了，这个是多少钱，看一下啊，白花了68，两个68，136，天哪，好坑啊！你给哪点啊？你是越来越脏啊，年轻人！哦，变色龙可以直接买，天哪，我去！天哪，变色龙可以直接买，我真的是醉了，朋友们。那把它直接买个变色龙，还是抽奖？变色龙还买不了，它没有那个啥，它没有那个东西，灯笼手雷，它没有一个金钥匙。有点多多少少有点尴尬。他的号上面的枪大家可以看到还是非常不少，非常不少。咱们来看一下别的东西吧，礼包吧。钻石礼包，上升直购吧。王者之怒，王者之破，冠军之城，328，咱们来可以来一发328啊，刚才是136，再加328就行，看一下。冰封 Love is over。 去仓库里给他开一下朋友，好吧，这个号确实有点尴尬。哎，我们买了个东西竟然发现它是个假的，没有出，对吧，朋友们，开过分，他这里存的大家发现没有啊？没有没有，哦，王者之破关键之场，这是刚才那个使用全部，直接出永久，快点老公，直接出永久老公啊，没有看到啊，对，刚才在下面，在下面看错了，下面这里有一个特效，这是刚才的，对吧，这是刚才给的，对对对，在这里啊，在这里啊，冰晶宝箱11个，哦，别的东西就不管了，往上看一下啊，看有没有出永久武器就行了，碎片没有够啊，武器也没有出，碎片是零件，看一下出来了多少个啊，平均18个，王者之后27，天哪，那还早着呢，就出来27个，我的天，那这没有用啊！看一下，刚才是136，现在是328，加起来是四多少？
4546464。对，404，来吧，正好再来个198就正好。这个号说实话打造非常干，其实如果让我的意思来付的话，直接就冲648的钻石，但是他好像还不愿意，他是不是想让我给他买别的东西来着吧？因为他说，就是钻石可以获得东西啊，他都有，他就说这个意思，就是钻石的那些东西他都已经有，他不想要，但是你不想要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弄啊，对吧？是这个意思吧，朋友们？对吧？来吧，发一瓶什么来？先来一个礼包压压惊吧。快点，天飞老公，给他来个神器吧，好吧？不然的话，这个648对付下来，一个好东西也没有弄到，等于一个屁。黑骑士！天哪！哎呀，上来就抽中了黑骑士，你个老屌，你真过分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，黑骑士老屌，真过分！再来一个神器啊！骑士，天哪！猎狐者。哎，你个老屌啊，真过分呢，竟然！你看，你刚才那个号啥都没出来，你看现在对不对？哎，这现在这可咋整？黑骑士加704，你看看，我看看原来有没有黑骑士啊？哎，他原来还真没有黑骑士，挺好啊，是他需要的枪。看看近战有没有704，704可没得有了。啊，704原来有一个 ，OK 啊。咱抽的东西它还是挺有用，哈哈哈哈。现在他黑骑士有没有这个皮肤啊？他没有，他没有皮肤，但是我忘了是不是他的，算了，不动了，就这样了 ，OK 了啊。好了，他这个打造的号就这样子了，咱们就到这里，下回再见。